你们就是喜欢一个人就好好喜欢呗，就专心喜欢呗，是不是？你们老是就是抢，老是掺杂，就是有一些掺杂其他东西的，那哪还是真爱啊，对吧？哪还是真爱啊，乖？我哎，你们本末倒置了好不好？你们反了啊，本末倒置了。我也不知道大家，我说就是，哎，我给你唱歌也不是让我跟你们唱歌，跟你们玩会儿，跟你聊会儿天，也不是这样的，乖，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啊。早知道那我今晚还不如不加班呢，我还不如以后就11点下播呢，跟你们聊会儿天。我没有站任何一方，晚安晚安乖乖啊，想去休息的宝贝儿晚安。我没有站任何一方，我也没有贬任何一方，我觉得走自己的路就行了，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站队呢？对不对？为啥非要站队呢？咱不站队，你们就陪到我身边不行吗？为什么非要这个派的把我拉到这个派，那个派的把我拉到那一派？大家就别为难我了，我们还。我们以后还是自己好好讲课好不好？我们以后还是自己好好讲课啊！爱你们哟，非常感谢爱我的人比心，爱你们哟！对啊，我就想好好做自己，就不要掺。好好播自己的，不要掺和任何人，知道吗？就不掺带任何人啊，不掺带任何人，就好好做自己。我跟你们，不要掺杂自己，不要拿别人来界限我们之间的感情，好不好？这样不好。我就不信了，我不信啊！你们这种想法我不信，我来看一下是谁刷的啊？我真并不觉得。梁晨半，你刚说的我真不觉得会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我心里会过不去，我今晚会睡不着，今晚会睡不着的，乖，我今晚得失眠了，我跟你讲啊，还想不想让人好好睡觉了？不解释是不是？哎，大家让我不解释，我也没啥好解释的。如果你今晚看直播，你应该晚安种种晚安，你们今晚看直播的话，你一会儿会知道发生啥，我一脸懵逼，我都不知道发生啥了，就弹幕节奏就带起来了，我不知道发生啥，我就好讲课，讲过课就跟你聊聊天呗，不很正常吗？对吧？我真的很为难，哎，别人，对啊，你们为啥？你们为啥就是非要把就是整个区搞的就是非要跟一个人这样的关系呢？咱们好好做自己不好吗？对，感谢炉火对我的支持啊，感谢炉火都为我说话，谢谢宝贝儿啊，还有感谢叶叶，听者自清，没啥好解释的，听者我没有什么好解释，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感谢狗蛋的支持。感谢狗蛋支持，我真的没啥好说的，我不觉得今晚我错在哪儿，我自己也是一脸懵逼，我没有让任何人去干嘛，对啊，我觉得这样做真的不好，如果我自己先说你们怎么样，我就干嘛，那我现在反悔了，那我就太不是人了，但是我自己也没说呀，对不对？以后我知道，乖乖，你们给我一些正能量的建议啊，正能量建议我这边都知道，我这边都有看到啊，就我们就以后好好做自己，以后好好讲自己的课，讲自己题吧，
飞机他们是不是？我现在被你们搞得我下播也不敢下，我下播有人该说我说你们干嘛走人了啊，就是下播了，太难我啊，大家别为难我了，真别为难我了啊，我没有想跟任何人去站队，我看一下是，谢谢狗蛋的支持啊，谢谢狗蛋的支持啊，感谢宝贝的支持啊，我们就走自己的路，你们就跟菲菲在一起不好吗？为什么不是这个派？为什么就是非黑即白吗？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非黑即白的，知道吗？不是这个派就非要去那个派的，我不觉得是这样。你先让我不要解释了是吧？谢谢宝贝儿啊，人跟人之间真的是不一样的。不舍得下播啊，60万热度不舍得下，不好意思，我每次直播都是60万热度，不好意思，不舍得下播，我应该早就下播了啊，我应该11点就下播，我看大家都很希望跟我聊聊天，我也想跟大家认识认识，我就加一会儿班跟你们聊会儿天，然后就这样了，还有人说我舍不得下播有热度，不好意思，我每一场直播都60几万热度，好吗？我没有蹭人家热度，我也不知道就咋这样了，蹭完了我蹭啥了，我就好好直接一波跟你聊天，我蹭什么了，事情不是我先挑起的，不是我先弄起来的，不是狂，只是我在怼那些带节奏的，就怼那些看我不爽的，知道吗？我也很想跟大家和平相处的，但是这样的弹幕氛围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看看，这个弹幕氛围连我脸都看不见了，连我自己的脸都看不见了，乖。哎，做人难，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做人难，做好人更难。你说我怎么样都不对，对吧？我往左一走不对，往右一走一步也不对，那我就原地踏步做自己不就好了吗？永远支持菲菲，谢谢乖乖，谢谢宝贝儿，谢谢宝贝儿啊，谢谢乖乖的支持。蹭完了，你喜欢吗？说什么还装无辜？我看的啥？啥还装无辜的？说我蹭完了的宝贝儿，你要这个弹幕你喜欢吗？你来。这个弹幕要不你来试试啊，依然支持飞驰，谢谢乖乖，谢谢支持我的宝贝儿啊，我相信嘛，咱们这么大平台，不是非不是这个派别就这个派别，我们就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是自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对呀、啊、我不想去沾任何东西，但是有时候你在社会上打交道是难免的，你不要随意的去站派别啊，感谢种种的荧光棒。荧光棒给我普通话都给我说普通话我都不会讲了，被你们搞的。感谢种种的荧光棒，我刚说荧光棒。普通话都不给你搞了，不会弄了啊，别给他们就完事了。再等会儿。哦，一会儿是不是我下播该有人说会有人说啊。你怎么就走了？啥没说嘛？哪里我就走了？要是太难了我啊！别理他，没事。行，爷爷啊，那我们一会儿就下播了。感谢稳啊，感谢稳。我刚才有个人说啥，我好想看到他的评论。其实我这个人就是眼睛还是比较快的，你们一些评论我其实我都会看，都有看到的。不管是支持我的还是怎么样的啊。装无辜，哎呀我醉了，说我连完人家我就装无辜的，我真的是醉了，真醉了。哎，我连麦怎么了？我还不可以连了？那我刚才跟小戴跟其他人连了，对不对？撤了，就是大家撤吧，早点睡觉，早点休息吧，好吧，大家早点撤，早点休息啊。可以唱首歌吗？刚唱过了，宝宝，明天再给你们安排好不好？明天给你唱啊，兄弟们，别还玩这个还那个了。其实有些人真的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坏的，不要把所有人都想那么坏。你可以给我们彼此多点时间，我们互相了解一下啊。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想象中一样的。虽然我知道网络的这个比较深，几点睡啊？我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下播之后1-2点，
我会刷会儿手机再睡，但今晚我估计我都睡不着了。我估计我都会睡不着了，因为其实我也刚踏入社会来的，也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历。看得起我啊，谢谢你们，谢谢宝贝看得起我，那就下播了好不好？我们明天再继续吧，大家撤了吧，还没下播，对，还没下播了，被搭，下一步好不下来好不好？那好，我们最后再看一眼今晚的穿搭，我们就下播了好不好？就下播了啊。看你说话是不是说明就是这样的为人，但是我是真刚毕业，刚踏入社会啊，刚踏入社会，所以很多事情就搞不懂，我也不想去搞懂那么多事情，我就觉得做自己就好了。可能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没成家也没毕业，就是没有可能没有那么多还烦恼吧，我就觉得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行了，就觉得就很简单，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就行了。我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想很多，可能是我还没有什么家庭的压力吧，可能是我还没有什么生活上家庭上的压力，所以就没有想那么多。这怎么不可以缩小那个屏幕了？功夫教啊，谁教我啊？我们哪来那么大公司啊，乖，谁教我啊？没人教我啊。还有人教你们说这个？你们去哪个公司说话，公司还教你们说话的，说站不远，为什么站不远？早点下吧。好的，看不全了，这个镜头可能是前进摄像头，所以看不全了啊，我就先下播了，拜拜。今天穿搭是这个样子的啊，等会儿，看没，今天穿搭这个样子，我先下播了。我们没团队，没有什么公司，我们就是驾校的，没人教我说话，我从小大家说话就是都是这样的。如果一直要说教的话，可能是受家庭影响，我妈这个人就是比较爱唠叨，就比较爱说话，看见哪个邻居来家里玩，她就喜欢跟人家上去聊两句，我妈就话比较多的，就没人教你讲话的，谁教你讲话呀？提嘴，那你们真是厉害。是个好女人是吗？对，哎，也不敢说是自己好女人，毕竟大家感谢飞机谢了，谢光了。飞机，我想想看啊，雅雅送了一个，小军送了一个，还小戴送了一个，你看我都记得，都感谢过了。啊，刚才有人给我送飞机了。一个叫什么小小的什么东西。小小吗？什么小小的什么？小小丽的名字。叫什么？小小丽的名字。哦，我刚没有看到，我刚才调镜头，我看一下，刚有个是吧？他发言了。小小丽的名字，感谢小小丽的名字，感谢宝贝的支持啊，感谢宝贝的飞机，有人送飞机，谢谢宝贝的飞机，刚我在调镜头没看到啊，感谢小小丽，看好多人打你名字哦，感谢小小丽的飞机，谢谢宝贝儿，还跟着丫丫呢，我没有看到。如果你在，他直接下播，我真没看到。如果是在我直播间听我讲过课的啊，我能看到，哪怕是就是鱼丸啊，还有什么礼物，鱼丸啊，还有那个荧光棒，还有一些办卡，还有啥，就是好多礼物，好多小礼物，我都是会感谢的。我分不清大小，只要礼物我都会感谢，知道吗？都会感谢的啊，感谢小丽的飞机。比个心下播是吧？那简单，比个星星 ，pu pu pu， 小星星出来了，才这样的 pu pu pu， 只有这两个星才有反应啊，才有星星，这个没有，希望以后咱们系统升级的时候可以加上这个多可爱呀 ，pu pu， 这个没有星星啊，比个星星我还是会的，这个大的，飞机是，不是，我刚才调镜头，你不要，不是要看我。不是要看我今天的穿搭吗？我就离得远一点啊！我就一个小小丽啊，我赶紧看一下啊，送啥？送礼物的记得告诉我啊！感谢小小丽的鱼丸，我看到了。感谢小小丽的吻，感谢小小丽的鱼丸，大姨，这还大姨，我才几岁就大姨，要换个大房间才行。小房间就那么小，你看，我们这个房间，我伸开就能够的。没啥大房间，真不是什么大团队什么来的，你看房间就这么大，就到头了，就这么大。
感谢小小丽的鱼丸，感谢奶盖的鱼丸，感谢你们一波啊！我现在就拿个手机专门看着，专门盯着了。不要联系是吧？我们就做好自己就行了。就有时候，初来乍到，做礼节，就跟人家就是打个招呼，认识一下，但是没有，绝对是没有站队什么之类的啊。我快出来了，去哪儿啊你？应该比这里大是吧？我的房间的话，放个床，放个梳妆柜。我看一下，等什么时候呢？等啥时候可以给大家看看我的房间？我看一下，现在，等你后面有机会吧，好不好？后面有机会啊，如果我不是在这讲课，可以大家看一下我的小房间。带你们看一下我的小房间。感谢小小丽的鱼丸和吻。我不敢啊，我胆子小。哎，和平了。小姑，我还喜欢这样的弹幕氛围，舒服，都是我的人，感觉都是我的人，我喜欢，都是我的人，我们在这聊天，这样互相认识一下，都很好。好啦，亲近了。下播吧，美女，好的，爱迪生，那我就先下播喽，谢谢小小丽的飞机啊，感谢，非常抱歉，刚才也不好意思没有看见啊，12点多啦，大家学习的啊，可以早点休息啦，如果是跟我玩的，也可以早点休息了啊，我们明天见啦，拜拜，我们明天见了，乖乖，为啥？明天什么时候开播？是不是？我是每天下午3点啊，每天下午3点和晚上9点开播哟。下午3点，晚上9点开播啊，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时间固定了啊。拜拜，炉火，拜拜，悠然天神，拜拜，抱抱，拜拜，爱迪生，拜拜，晚安，祝你们有个好梦哟，忘记烦恼。39对上了是吧？怎么39就对上了？没对上，我年纪不是39岁啊。年纪不是39岁，大家晚安，祝你们一个好梦，忘记烦恼，美美的睡个觉吧，睡完觉醒来之后又是一天，拜拜，我下播了啊，下播了，明天见啊，明天下午3点。